咁啊得一大大棵咁样啦，咁啊佢系慈善拍卖嚟嘅啫，跟住咧总共佢系呢一个品种嘅菜心唔知总共系四棵，咁咧就卖鬼晒，赚筹咗成百几万，跟住其余又卖嗰啲菜心王子啊、皇后啊、贵妃啊，点点点点咧，又系卖咗好多钱嘅，咁咧就总共咧就而家咧呢啲菜心咧就列咗入健力士世界大全咧就最高纪录噶啦，即系成为咧最高价嘅。菜心佢就唔系话最大棵，健力士世界纪录咧唔系话紧啲菜心系最大棵，可能系破唔到嘅，可能历史上仲有啲仲大棵。今次系最高价钱嘅菜心，咁拍卖咗翻嚟做啲咩咧？又冇话食噶喎，佢哋又话慈善拍卖咁样，唔就即系我唔知食唔食得嘅。讲真，你点样谷到咁肥咁大咧？系嘛？即系肯定落劲多。可能勁落勁多化合肥啊，即係咩基因改造，講真係嘛，打針啊定點樣，即係先至可以搞到咁大棵啦。唔係你平時食嗰啲菜心就係得咁大棵嘅嘛，就是、一隻手指到咁上下，點解可以整到咁鬼大呢？咁就講真，你夠唔啱食啊？如果有人話你一入去你新年啊，咩姨妈姑姐屋企咧，入去劲大波啊，买咗支菜心至尊，今晚攞嚟打边炉啊，都唔知点食嘅，讲真，斋系搣一支嚟食都食成日咧，讲真，咁成棵树咁高，一个人咁高啊，讲紧系黐线，所以呢啲我见到我都未必敢食嘅，讲真，太恐怖啊，即系有违天道嘅嘢又唔系几好咯。系嘛？有啲人话落个咩金阿拉，金阿拉，金阿拉，有啲人唔知系咩，就系、是、你 search 印度有段片就讲咩金阿拉就系印度嗰啲，系嘛？嗰只肥鸟咯，有歌有成嘅，你可以自己睇下，就系、是、金阿拉，金阿拉咁样系咁喺度讲呢首歌嘅歌词就系咁咯，系嘛？好。好嚟啦，小心啊！嚟啦，呢球斩唔斩到啊？出唔出到嚟？靓啊！我识噶，紧紧就高出啦。跟住咧，仲有单新闻系讲啲咩咧？就讲咧，有个啊系啊。呢单新闻都好搞笑，大家知道蛇精男我都好耐冇讲啦。蛇精男叫全名就叫咩刘子神 Vincent 咁样啦。我之前讲过佢 Facebook， 即系佢有开 Facebook 啊、性啊嗰啲咁样啦。咁咧近日咧就佢有啲新嘅新闻咯。咁咧就佢近日咧就睇咗《我的少女时代》，即系台湾嗰套剧电影啊。你即係咩黃大陸嗰個好多人睇咧，有劉德華啊嘛，嗰套戲，總之好多靚妹好中意睇啊，好感動啊，咩流曬馬尿，好好睇，好感人，愛情片嚟嘅。咁咧，阿蛇精男咧就睇完啦，啊，即係睇完咧黃大陸咧就覺得話好靚仔，咁咧就於是咧就喺度 po 咗張相定乜鬼嘢，就喺度話咩黃大陸好靚，咩迷倒啦。之後咧佢話咩喺戲院睇到咩喊到流曬眼淚，咩流曬眼淚啊！之後咩隔離個大叔咧仲問我咩有冇事啊定點樣啊？之後講咩好感人啊，點點點點點，跟住講咩討厭，佢討厭你啊，徐太宇，即係嗰個演員啊，即係黃。徐太宇就是他本人的名字，黄大陆就是那个戏的角色名字，他就是讨厌你啊，徐太宇即是什么令人家哭尿，类似的这样。但是呢就后来呢就被人记者呢就揭发了，其实呢就早在不知几个月之前呢，蛇精男呢就试过 post 一张相合成照，就是呢他将自己的样子隔离呢就是摆徐太宇的那个样子的。然后咧，佢就话啦，咩徐太宇咧系丑逼逼就系逼爆逼啦，即系大陆人佢哋通常就系噶，即系读音读咩 B 定咩曹 B， 即系佢就话，即系意思就系话咩徐太宇劲样衰，就咩我咩佢咩香咩而家亚洲嘅少女咩眼睛都系核料，即系话咩唔识睇嘢。
咩我比佢靓靓仔唔知几多万倍啊，都唔明点解会有人鍾意呢个徐太宇，即係狂闹，总之係咁闹啦，就话呢啲傻仔话咩呢啲有即係亚洲人嘅观众冇审美眼光白痴。之后呢唔係唔止淨係闹呢个徐太宇㗎喎，之后呢佢仲闹埋嗰个我的少女时代嗰个女演员。是不是叫咩 Davy 定咩？佢就话咩劲样衰，佢又喺度咁闹。跟住咧，佢就将自己，佢就话咩我自己化女妆都靓过佢。之后好似系真系贴埋张自己，即刻又着晒女人衫啊，化埋妆啊，咁样喺度对比。之后就总之就批评呢套戏所有演员，就话又系丑男丑女，啊佢自己系最靓。跟住有啲人就即刻即系报纸揭完就话佢点解会突然间又变成咁样啊？好似成日唔记得咗自己出过咩 pose 咁样，咩精神分裂啊，定点点点啊？咁当然有好多人就喺度狂闹啦，啲网民部分网民就闹佢话咩咩咁自恋啊？呢条友啊，咪黐线！佢话咩够姜咪自己拍一套电影叫咩《我的蛇精时代》咯？话你咁有钱，点点点点点啊？咁样啊？咁咧就佢以前咧，你知唔知啊？呢个蛇精男咧，以前系中意边个台湾明星？佢都好中意台湾明星。佢以前咧就中意周杰伦嘅，好似系。跟住而家咧就变咗啊，好中意呢个徐太宇啊！你想去你 search 蛇精男，跟住咩？我的少女时代应该都可以揾到啲图啊。总之就系佢成日喺度对照，佢好有自信，咩丑逼，佢系咁嘅。逼又系 B 咯，你大陆好中意讲咩牛 B 啊，系咩好威啊，就系、是、一啲形容词。好，你知唔知咩叫 B 啊 ？B 就系解女性嗰啲生殖器官咁样咯，总之就系啲唔好嘅助语词，佢哋就系中意。就係、是、大陸人就好中意用呢啲咁嘅字眼咁樣啦，即係形容。當佢想強調一啲事情嘅時候，就會用呢啲字眼，係嘛？我有睇過蛇精男細個嘅相嘅，你有冇睇過啊？有，佢有自己登過。不過佢有時講啲嘢咧，就真係有時就係前言不對後語。佢咧就貼自己細個嘅樣咧，就話咧自己就冇咩即係冇好大整容啦，佢就話咩我細個已經係好靚仔啊，或者點啊？佢有啲人咧就不相信咩我是天生的美啊，咩硬要咩壞心眼咧，都講好多咩壞説話。謝晶南個細個樣咧，平心而論咧都幾 cute 嘅，即係都幾可愛嘅。講真，個皮膚又白白地啊，即係面尖尖眼又唔係話咩蒙豬眼咁樣嘅，都同。同佢而家个样子就有啲似嘅，我就梗系唔会话完全一模一样嘅，有少少似。但系咧就佢贴咗啲相咧，就总之就系话咩，我系冇咩点整容啊，但系点解你哋唔信我啊？点点点点点，但系有一段时间佢系直情贴自己啲相系做紧整容嗰个手术嘅，即系有晒包晒啲绷带啊、纱布啊。佢自己嗰啲直情佢自己都讲话咩有钱就是任性，有钱就可以做咩全身整形点点点点点，跟住唔知点解，跟住过一排佢好似就突然间唔记得咗自己讲啲咩咁样，跟住又再重新铺过呢啲咯，吓、啊，又话咩佢系香港人嚟，应该唔系香港人系嘛，大陆人嚟系嘛，应该系讲咁中意讲国语吓。啊好似喺美国度读紧书定咩啊嘛？美国人嚟啊嘛，应该系佢有美国嗰啲护照 passport 嗰啲啊，吓啊话好中意听佢讲咩垃圾狗啊，你咪咧诶，精男佢而家最近好似冇。好似少打咗垃圾狗咯，冇少咯。以前好中意拍段片咧，讲咩垃圾狗，而家好少啊。咩精神分裂咁啊？唔知啊。佢
点解佢系美国人？你唔见佢成日喺佢有啲相啊，佢有自己贴嘅，即系成日攞啲美金出嚟 show 啊，嗰啲咁样嘅。总之系咁上下啦，即系佢唔知点解佢系咁，佢家底好咯。你只能够话点解佢系美国人，冇得解嘅呢啲啊，赢在起跑线上。跟住咧就到第二单新闻系讲啲咩咧吓，就系讲咧大陆啊，而家推出咗一个新嘅蛋糕。呢、這个新嘅蛋糕系点嘅咧？佢咧就类似有少少似巨人咁嘅，咁咧佢个蛋糕嘅造型咧就系、是、一个人嘅下颈对去到腰嗰个位置咁啊，有埋只手咁样啦，就好似一个肌肉男嘅蛋糕。咁、那个头咧、那个位咧，佢就个蛋糕店咧整呢个系一个噱头嘢攞嚟宣传嘅。咁头嗰个位置咧就真系保留一个人头骨喺度。咁当然嗰个人头梗系冇斩落嚟啦，佢就整啲机关咁，净系突个人头出嚟咁样。咁咧，于是咧佢就摆喺蛋糕店门口嘅，即系呢一个蛋糕。咁啲人咧佢就叫，即系啲路过嘅人咧佢就叫佢啊割一忽嚟食下啦咁样。咁咧就啲路人咧就會真係攞把嗰啲膠刀，平時你食蛋糕切蛋糕咪有把塑膠刀咁啊，嚟鋸嗰條友嚟食啊！咁一戒嘅時候咧，嗰、那個人咧有個人頭啊嘛，有個人頭佢就會係咁啊嗌啊喉痛啊喉痛啊，即係喺度扮曬辛苦啊，喺度叫咁樣啦。咁有啲人就覺得咩好過癮啦、啊，但有部分嘅小朋友咧就嚇到黐線。就覺得勁恐怖，即係覺得完全唔係一個氹到小朋友歡笑嘅蛋糕咁樣啦，就喊到癲曬啦。咁咧就，但係呢一個嘢就主要咧就係攞嚟做一個宣傳啦。即係你知大陸有時炒作嘅嘢好，佢最緊要有人知道。有啲人就話咩呢個蛋糕啊好咩低俗嘅。咁咧報紙嘅標題就話呢一個蛋糕係咩肌肉男，但係我睇個感覺就係佢。个人即系个人头个化妆咧，都好似巨人嘅，都有九成似咁样咯。有啲似巨人，有一啲似 Eva 初号机，即系可能惊抄得太足。咁啊，佢个人嘅化妆就系咁样咯，就有少少似 Eva， 有少少似系进击之巨人艾伦别具大化咗之后嗰个样咁样咯。你够唔够胆食呢啲蛋糕？系嘛？喺度锯锯嗰个人锯到喺度一忽一忽咁样，正常可能佢就系想咁样喺度有啲痛苦啊咁样叫，跟住有啲人就会过嚟望下呢间铺咯。咁正常睇落去你都唔会啊。蛋糕其实最多人买系咩咧？通常都系女仔中意食甜嘢啦。二嚟就系嗰啲师奶通常就买俾小朋友做生日礼物啊，即系开 party 用咯、啊。有几个男仔会突然间哇，突然间好想食蛋糕喎，好少可讲真。男仔啊最多话咩喂，今日想打边炉啊，今日想食锯扒，想食老麦啊，呢啲啊会有听过，就好少听人讲喂，不如整件蛋糕啊。女仔就会啊，好想食件 cake 啊，咩想食件咩蓝莓 cheese cake 啊，嗰啲咁样就会。男仔就真系好少可咯，男仔又唔系。男仔有啲都鍾意食甜品嘅，但係就好少可就会特登咁样出去食囉，係咪？一般女仔就会吓、啊、分得好清楚啊，边间好甜品好食糖水。有几个男仔好鍾意食糖水吓、啊啊、糖水就多嘅，都多嘅，但係吓、啊、西式嗰啲甜品呢就少啲囉、啊、男仔都会啦，去完酒楼食碗咩红豆沙正喎、啊、或者食完饭去屋企楼下嗰啲糖水店啊，食嗰啲咩路杏仁露啊，嗰啲乜鬼嘢都会下，都会食下咩杨枝甘露啊，啊但就唔会食咩心太软。有几个男仔会想无啦啦整个咩朱古力心太软就少啊，我身边就至少系好少啊，系嘛？又话 M 记嗰啲可口可乐嗰啲汽水算唔算系糖水？糖水啊，指甜品咧，即系泛指，我哋一般都系咁解释啊。你话可乐咁，当然系糖，有糖有水沟埋啦，但系一般我哋讲糖水都系指粥嗰啲甜品咁嘅意思咯、啊。啊！有人话啱啱有啲人咧系话我咩歧视
嘅，咩男仔唔可以食，唔系歧视，我话少，我就问有几多个人会咁做啊？就冇有咩好歧视食嘢啫，咁女仔都食得，男仔都食得，我就系觉得少咯，男仔冇咁挑剔咯喺呢方面。我咪话男仔中意食羊腩煲，佢又会讲啊，今日想食豆腐火腩饭，啊想食打边炉。锯扒老麦咁咪讲得清楚，就系唔会想食话啊，今日想食嘅咩 cake 啊，饮啲咩？女仔又会饮嗰啲咩珍珠奶茶之类嗰啲嘢，又系会好讲过，好想饮呢啲。哎呀，好想饮啊！点点点，男仔又唔会嘅，饮啊饮咩奶茶都系嚟嚟去去嗰啲啦，嗰几味嘢可乐啊剩啊，就唔会有太复杂嘅变化。呢啲男女性格嘅问题咯，口味唔同。跟住仲有一单新闻系讲啲咩咧？就讲鬼佬，鬼佬咧就有一个家庭啦，咁咧佢有一对仔女喎，咁咧有一对仔女咧，咁诶呢对仔女咧细个嘅时候咧就一对兄妹嚟嘅，咁咧我哥哥咧就细个咧就已经好中意着女人衫噶啦，即系觉得自己灵魂已经系错咗啦，即系好中意喺屋企扮靓啊，着女人衫啊咁样，咁咧就喺学校咧俾人知道咗咧就系咁笑啊恰佢，但系咧佢从来都唔惊，佢就话宁愿咧俾人憎，佢讲一句说话都好有型，佢话我宁愿俾人讨厌，我都要做真正嘅自己，我唔想因为咧害怕就即系唔肯面对啊成，咁咧就坚持就继续得闲就着女人衫扮女人啊，玩啲女仔 game 之类咁上下啦，咁啊完全无谓。咁咧个妹妹咧咁啱咧又系好中意做男仔喎，咁咧个妹妹咧就话咩细个嘅时候咧就话咩成日会瞓觉咧，希望咧瞓醒之后咧第二日咧就变成男仔。咁咧就佢好细个已经知道自己系即系又系咩灵魂错配咁样。咁咧其实两个咧都有呢个自觉噶啦，但系咧妹妹咧就好似喺15岁，即系比大佬咧更早咧就唔知道就表明要做变性手术噶啦。咁咧就大佬后来见佢做咗之后咧，过多两年咧都决定要做变性手术。咁咧就最后咧就两个一齐变性噶啦，吓咁咧佢屋企人咧就冇反对嘅，佢就认为话咩好冇乜所谓，即系嗰个做访问嘅时候咧，嗰个屋企人鬼佬个阿爸阿妈咧就话啦，佢话咪又系我个仔同我个女，跟住话咩调转咗啫嘛，而家即系都系我屋企人，咁佢中意变性咪变性咯，呢个系佢哋。即系选择呢、這个就系鬼佬嗰个思想就系咁咯，佢哋个女子就系觉得即系佢哋开心啊，或者最紧要佢哋意愿系咪谂清楚，咁啊好啦，咁啊俾佢，咁咧佢就话佢又话咁而家佢做完手术之后，你觉得点啊？觉冇乜点啊？咪差唔多，即系佢哋而家做翻自己，即系佢对佢嚟讲就系依然都系一男一女。佢话佢依然七下有一男一女，一仔一女就系咁。我冇咩特别咯，咁讲啊，咁啊会觉得呢个父母就比较开通开明咯，就会容即系接受。自己仔女即系话要做变性手术，就唔会有啲系会癫啊，即系会揼啊打佢啊嗰啲咁样啊，系嘛？如果你中国嗰啲社会如果发生呢件事咧，就肯定系黐晒线嘅，即系肯定系真系打到吓、啊，即系肯定系狂闹佢啊，或者点样家嘈屋闭咯，家门不幸啊，就会讲呢啲咁样咯，系嘛？又话屋企嘅应该都几有钱啊！我相信都应该有啲钱啦、啊，因为做变性手术相信都唔系平嘅嘢，即系要做呢啲系咁复杂嘅手术嘅话，肯定系嘛？啊，话如果系我对仔女，我好难讲呢啲嘢。而家我咁样答你啊，同真正有个仔女嘅时候答唔同嘅，即系你而家。空口说白话啊，我可以咁样讲同你讲，好开通啊！咁最紧要佢哋开心咯，即系有时都系咁样。跟住到你自己即系拥有嘅时候，可能你又会发癫唔知，即系我而家答你。咁梗系佢想佢哋自己开心点点点啦，系嘛？但系呢啲系好难讲嘅，系嘛？追翻一球啦，中啊！好彩一开波啊，即刻怼翻球先。
跟住咧，仲有单新闻系讲啲咩咧？就讲男仔咧，即系啱啱其实都啱嘅。男仔成日之前啱啱喺度讲咩男女厕嘅问题啦。咁今日咧呢篇新闻咧，其实之前都有好多报道讲过啦。佢话男人咧，其实咧都会有 M 度，即系类似有月经咁嘅嘢啦。咁呢个系边个做嘅调查呢？边个国家做呢？相信咧大家都估到噶啦，就系咧英国佬做嘅，就系、是、英国调查。咁喺英国咧，早排咧就唔知做一个调查咧，就访问咗几千男女咁样啦，喺度问咁样啦，咁一半一半咁样嘅，唔知喺佢哋咩购物行为上面有啲分析啊理解咁样啦。咁咧就结果咧就有大概四分一啊，唔记得啊唔记得四分一定几分一嘅男仔咧就喺度话咩承认，佢话咩自己咧每个月咧会有啲时间咧就会觉得咩冇力啊，好攰啊，咩暴躁啊，即系好容易烦恼啊，点点点点点。咁咧就咁啊同女仔佢又话咧同女性咧就一样嘅，即系佢就话即系女性嗰啲 M 度嘅时候个症状咧就一样。咁咧，佢啊由此可見咧，其實男仔咧都會有一啲生理周期，即係雖然唔代表話佢真係會有，即係會流血啊，即係會即係排卵啊咁樣，但係咧佢話男人咧一樣會有呢個生理周期，之後會咁樣咯，會好似咩大姨媽啊，咩焦躁、焦慮不安啊，類似咁樣啊，又話咩會特別肚餓，好似係咁樣，所以佢就認為咧男人咧其實都系会有呢个姨妈度，会 M 襟啊！你点睇？你有冇人觉得系咁样？你有冇觉得呢啲英国嘅调查就正如我所讲，完全就系即系好冇理据咁样？佢话咩得廿？首先佢唔系话有100%男仔讲啊，每个月会有啲咩焦虑不安。咁女性系差唔多，唔好讲100%啦，即系正常女仔，即系去到生即系发育完毕。当90%都系会月经，咁梗系即系会有呢个咩焦躁不安啊，点点点点点啊，即系肯定会有呢啲咁嘅嘢。咁呢个研究咧就咩得25%男仔系会咁样嘅，啊，而且嗰啲嘢咩焦躁不安啊，系人间唔止一个月都嚟一次啊，大佬，即系有时做嘢唔顺畅，攰啊，唔够瞓啊，呢梗有啊，大佬啊，系嘛，系咪先？咁所以就有時英國嘅研究啊咁樣咯，總之就係咁。但係又報紙又通常報，唔知點解英國啲研究咧又特別出名嘅，就可以吸引到各大報章去報定點，係咪同啲報紙雜誌係咪個咩 BBC 定乜鬼嘢自己做定點樣？跟住就要貼埋出嚟，咁啊個個人都會去留意嚇、啊。你哋睇個最奇呢嘅英國研究係咩？或者你覺得係完全係奇奇怪，冇可能，例如話食煙會導致即係長命百歲咁，有冇啲咁嘅嘢？好似都有，都係黐線，一聽落去都覺得唔合理，係嘛？好似有呢啲咁樣嘅，例如話咩食窿嘢會導致嚇、啊、又長命百歲咁，呢啲肯定係冇可能啦，大佬係嘛？吓、啊、打钉有益嗰啲，我都觉得系一定系狗屁不通嘅，冇可能。但系你哋就信啊，吓唯一一个信嘅英国研究就系咩打钉咩医病啊，咩健康啊，咩敦伦会令大家即系身体好啊，呢啲完全系我认为系冇可能嘅事情，你哋就全部话吓吓。啊啊你哋就最中意听呢啲咯，你哋就系、是、你啲嘢掩耳盗铃啊！啱听嘅就啊，呢个研究好啊好啊，正你都黐线，我哋已经追得好劲啊！讲真，我哋有能力追翻。如果你啱听嗰啲咪啱，你咪话英国研究准咯，英国研究醒啊，哇，英明啊，大英帝国博士点点点点，唔啱听嘅就吓、啊、就笑你白痴。呢啲打钉有助健康，呢啲一听就知狗屁啦，大佬啊，系嘛？哇，好险啊！因为英国研究指出咧，切除睾丸能有效预防睾丸癌，咁梗系啦，实系噶，废话。呢个废话逻辑啊！你冇，例如你系冇咗
即係你冇咗嗰個部位，仲點樣有睾丸癌咧？咁你嗰個癌肯定唔會生喺睾丸啦，因為你已經切咗啦嘛，係嘛？咁仲點會有咧？係嘛？呢啲就係廢話咯，我認為係低能噶啦，係嘛？啱唔啱？嚇？總之就係咁上下，我認為呢啲研究仲有咩研究？我好似啱啱醒起一個，又係覺得好白痴。死就谂唔起，太多呢啲低能研究，咩研究系点样为之研究？所以你已经唔知信边个啊？系啊，我想讲咩咧？就系讲你中医讲，你知唔知中医讲打钉系点啊？唔知有好多学说嘅。总之咧就系打，大概咧就算系敦轮都唔可以太多次。唔知佢系咩壮年嘅时候有其中一派说法咧，就唔知壮年嘅时候咧就唔知咩三日一泄。即系三日就可以发泄一次，跟住唔知咩老，即系去到四五十岁嘅时候咧，就唔知最多就唔知咩七日一泄，类似咁上下。嗰日子我惊有错，跟住就系、是、去到老人家嘅时候咧，就唔可以。佢话要藏住藏之，但系佢话咩？除非你觉得自己好健康啊，真系好健康先至咩近视偶尔一年一次咁上下啦，类似啊咁样。咁所以你点会同即系你哋通常西医就话咩啊冇所谓嘅呢啲咩蛋白质就咩食一粒鸡蛋啊咩食个早餐咁咪补翻噶啦咁样。你中医啊，同你讲几日先至可以做一次嘅嘢，你班友都差唔多一，你哋调翻转咯，系一日几次。咁啊，仲大喎，系嘛？系啊，你哋咪一日三次嗰啲咯，黐孖筋。中医就系你已经完全破大忌，人哋系固本培呢嘢，正常都知噶啦，系嘛？口水会唔会叫你啊？你可以得闲掠几啖，系咁掠，口水你都系吞翻落肚噶啦，系嘛？呢个人就本能，正常嗰啲体液都系有。正常上又唔会刻意去逼自己去捋啊、吐啊咁样啊嘛，大佬啊，系咪先？好，差唔多时间不多啦，岂有此理！佢想拖时间，我哋本身都追得好贴啊，铲得好。辛苦各位队友啦，系时候转个游戏先啦。呢幅图呢、啊、就大家可以去 Underground TV 的 Facebook 度咧，就可以参加活动咧，就可以赢取 Need for Speed 游戏一只。你觉得呢五个造型，你觉得边个最好睇啊？吓、啊，速度、花式、组装啊、团队啊，同埋吓犯法，你觉得边个系最好、最靓啊？奖品就会送到去呢啲 Need for Speed 咧，就可以俾你拣平台啊，就会送俾你嘅。你嗰边个最靓仔啊？转个 game 先啊，整等等。你可以随便参加呢个活动去赢噶啦，啊，请等等。